要福利啊，不光好一点。哎，人人生弟弟、哦，我不能乱说。哎呦，来欢迎各位，各位，一场好月圆，各位一定也感受到了爱奇艺的诚意，各位一定也感受到了爱情。微风吹拂倦了的面孔，揉好心绪。夜色朦胧，独自遥望星空。我没有说，哎，怎么今天变成蝶衣了？没有说，哎，怎么今天变成蝶衣了？这一场是个无名灯，没关系，夜晚别唉声叹气，太阳升起会是晴空万里无云。深呼吸，屏和息，无边无际，心情之间如此遥不可及。我想和你追星月光里，风温柔，云很轻，想你呼吸。我想和你融入梦境里，听心跳重合的频率。想你呼吸，我想和你融化梦境里，听心跳重合的频率。没想到吧？两四个。那我来说吧，其实那场戏的时候我们都在嘛，然后杰丽也在，迪也在，我们是一早晨起来就去拍了。然后呢，杰丽到了，迪一到了那儿就说不好意思，我们想要还原一下，因为大家想问问这个胳膊会不会给自己捶啊？中午十二点我就能收工吧，我要就去吃饭。我说你太年轻了，这场戏肯定要拍到晚上，因为很复杂嘛。然后有武戏，博瑞，现在很多人想赶着我，兰花一下。我们之前说过，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一起去拍一个那个现代剧，那个校园剧啊，黄安雪，这是我们原班那个人马，云中君就是班主任，年级主任，对，然后你就是里面的坏学长，你就是好学长，我就是班里的小好好好学习的小女孩，那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，你就是不好好学习的坏男孩，你班的跟班啊，然后这就是你跟班的谈的女朋友，她就是你的好的好弟弟，就是你的家族，她就是那个初中部的弟弟，就是之前就人物关系都一样，对的，但是要就是现代一些。有没有人想看？